大艺小 H 路总。早上好，今天阳光超级充足，嘴都已经飘了。然后早上呢，我老公给我冲一杯豆浆，然后还有鸡蛋饼，大张鸡蛋饼。昨天，前天暴食之后，其实也没有非常暴食了，但是吃了很多碳水，什么方便面啊什么的。然后昨天少吃了一些，然后就又回到73了。我的目标是要一个月减10斤吧。这豆浆不是打的，是那种买那种速冲的，就是那个永和豆浆，在这边能买的那种大袋，然后里面一是分装的一个小袋一个小袋，然后拿热水冲一下就好。老公，嗯，我觉得这周不用去买菜，没有葱了，也没有油了。我就很佩服我老公，喝这种烫的东西就冲完了，可能也就没等几分钟，然后就炖都喝完了。我感觉还是很烫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喝完了。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上年纪了，我发现自己就是吃烫的东西的能力，还有吃凉的东西能力，还有吃辣的东西的能力，已经逐渐下降了。之前好像小时候还能吃那种刚出锅的热饺子，现在都觉得我好烫。然后以前就是从水果里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水果可以直接就吃，现在就吃水果就觉得好冰牙，可能是因为我牙口的问题吗？然后再就是吃辣的东西就觉得，可能现在吃辣的就现在心里已经告诉自己，就是吃辣一时爽，后期火葬场，就是已经有抵抗的那种，就能够 say no。 我觉得上年纪的人就是他已经越来越懂得如何去拒绝。 OK， 我吃完了。那么我们家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，我们可能准备找一个小的很小的一个公园，然后去溜达溜达。然后我老公今天要去趟美国超市买菜。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事儿，现在还是疫情，就是安全最最重要。今天外边还是挺冷的，然后还是阴天，我们全家一直考虑出去走一走，现在有点犹豫。早上的时候阳光特别好，但是现在外面阴阴冷冷，而且感觉风很大，觉得好冷。所以我想说那算了，我们还是在家。我想说那在家干点什么呢，那我就想说那今天做一个那个酒糟的馒头，那个是米酒。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吧，看到那个小鹿吃的那一个吃播，他做的那个酒糟馒头看起来很好吃，他说而且吃起来甜甜的，我就觉得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。那我今天就来尝试这个酒糟馒头好了。然后我这个酒糟呢，是我那个怀孕期的时候我婆婆买的，给我做一些那个酒糟的一些什么那些吃的，我也不太记得了，因为我没有做那个月子餐。然后它上面这个顶写的是保质期是2021年3月3号，就是还在保质期之内。但是我打开之后闻它那个味道是有种酸酸的那个酒味，我也不知道它坏没坏啊，应该没有坏。我刚问了我老公，老公说酒糟这东西应该不会坏，但我闻起来就有一种那种酒的那个，也不是纯酒那个味道，反正怪怪的。OK， 那我就来做一下，因为这个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冰凉，然后我知道它里面会放酵母粉，我们一般和那个面的时候放酵母粉一般都是拿温水把它化开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酒糟有点太凉，所以我准备先拿微波炉把它稍微打温一下吧。我也不知道多少量啊，我看到那个视频里反正它拿出来挺多的，这应该够了吧。加热了15秒，后来我不够又加热了20秒，现在差不多是35秒。我感觉这个通过碗摸的话它是温温的。 OK， 我现在开始加酵母粉。人家有好几种酵母粉，就是我老公买的，一个是这叫什么多彩活性干酵母，还有这种。 OK， 我先试这个吧，多彩，这个是什么，速发活性干酵母，准备用这个速发活性干酵母。哟，倒这么多够吗？我也不知道用量，我就随意了，我把它们搅拌到一起。我看到小鹿那个是搅碎，所以我也用我们家这个搅碎的试一下哈。我觉得是不是要加一些水啊？看一下，那已经打成这种像米糊米汤似的这种。 OK， 应该就可以用它来搅面了。
该差不多了吧。OK， 我的面粉准备好了，然后这是我刚才搅拌好的那个酒糟的那个汤，好吧，倒进去，先倒一些，边倒边搅，这是网上教的，边倒边搅，边倒边搅。完蛋，一下倒多了，完了，混成和稀泥了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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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就快，把所有的面粉都集中在一起。天，我感觉已经是我刚才那个酒糟搅的不够，因为我看那个吃播博主他搅的那个就还蛮多的。虽然我不会和面吧，但是我妈他们有教过我，就是好的和面完了之后应该是三光，就是分别是面光、盆光。手光啊，还有最后一个是手光。面，都光了。我的面，然后加上我的盆儿，都可以了。OK， 我准备给它放在这儿，盖上一个盖子。那就拿我们家这个菜板盖起来吧。OK， 盖好了。叮叮叮！我在这块写一些我们Black Friday 的时候要买的一些东西。妈妈要给你买儿童座椅，要买小碗小盘，要买勺子，要买米粉，还要买给你装辅食的一些东西，还要囤你的 diaper 啊，还有擦屁屁的湿纸巾，怎么样？然后还要给 Ella 买冬天的外套，因为下图经常下雨，所以还要给她买靴子，然后还要买冬天的一些比较厚一些的那种鞋，像棉靴子呀，这种就是既要买雨靴，然后还要买棉靴。然后我老公呢准备给她买一些灯笼裤，他说他也有一些想买的东西的一个计划。然后呢，我要买的东西更多，我要买那个香薰蜡烛，然后买那个去粉刺的一些东西，去粉刺那些贴呀贴的那些东西，然后还要买一些化妆品，买一些眼影盘什么的，还有遮瑕膏，还要买一些面膜，囤一些面膜，然后买精华、身体乳、磨砂膏。妈妈感觉妈妈要买好多东西，还有肉的。因为发现这个有一套这个小布书真的是特别好，就是它有各种的，然后有这种就是很可爱很可爱，然后可以发出这个声音，我觉得这个声音对小宝宝就特别的吸引。他在聚精会神的他在拉粑粑，在拉粑粑。Whale, dolphin, whale, shark, sea turtle。 我老公带着我大女儿去买自行车了。然后他顺便去超市，我们家没有油没有葱了，所以准备再去买一些。宝宝，然后呢还有什么呀？ Seahorse。现在呢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，然后呢我在这个期间呢腌了羊肉，今天晚上又要烤羊肉吃。我们家人都超爱吃烤羊肉，然后准备放个小土豆，还有洋葱，还有胡萝卜。然后这个面呢也发的差不多了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当当当，已经变成大胖子了，它里面都是气孔。现在准备开始揉面了，然后放上这个菜板膜，薄薄的一层面，我把它拿下来。哎呦，里面都是这种蜂窝的结构。然后呢现在要排气，它这个面呢，我们家这菜板超滑的。OK，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揪成筋，那我开始把它们塑形。我们现在再排下气，然后把它捏成像包子的形状。我老公带来了去打篮球了。
因为我女儿真的是运动超少，很积极的想让她多加一些运动。哈拉刀把小包子一共是十八个都弄好了，是不是啊心儿？是不是啊心儿？冷水上屉，这刚才我已经让它待了能有五到十分钟吧，然后让它稍微表面上稍微结硬一点，这都是我之前看很多那个美食节目还有一些人教的，就是说像它上面结成一个硬硬的壳，这样蒸馒的时候上面才会有那种皮儿的感觉。然后现在已经蒸出来，我们家这个锅盖有点，我觉得有点漏缝，所以我给它包了一层这个就是纯棉的这个布，然后这样就是可以让它那个更加的就是防漏气吧。OK， 开锅了，那个大馒头，哇，好烫！叮叮叮叮。